大家好，我是唐绿场地合作团的团长庄庆颖，这是鼻音场地，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发这个乐器。我觉得我们需要来招收一些关于爱好场地者，或者是你觉得你有能力，或你希望跟很多人一起玩音乐的话，玩场地的话，这是一个机会。鼻音场地可能你平常很难的看到，那你再来唐绿的话，你就有机会来借着这个乐器或借着你的场地跟很多人一起玩更宽阔的声音。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搜寻一下唐绿长笛合奏团的粉丝专页，你就可以看到有个报名的地方，就可以跟我们联络，欢迎大家哦。